小绿人的表演之后呢，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蔡宏毅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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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到大师，一拳超人，超人！不要自己开这个玩笑。你有看一拳超人吗？万鹏，有看有看有看，超好看的那个。因为他刚刚喊了一声，奇遇。要奇遇，一拳超人就是奇遇嘛？奇遇老师，奇遇老师，奇遇。大家好，蔡宏毅他真的很厉害，因为我刚刚说他的世界级的演出，就是他就是包含其中的一位。你去过法国表演，还有哪里？大部分都在欧洲。那在去年之前，我从去年开始去法国、美国达人秀、法国达人秀，对，然后我在法国达人秀拿下亚军，然后在意大利拿下世界冠军。意大利冠军！哎，他哇，这很厉害哎。上个月我在米兰。然后我拿下了一个金世界纪录，破了什么？我破了一个我创造的项目。哦，什么？我被他们邀请去创造这个项目，让以后让别人来破我的纪录。那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项目？就是我的剑舞啊，就是我的剑舞，因为就是你表演的剑舞。对对，因为我的剑舞是世界独创。对，所以如果接下来有人跳的比你更厉害，招式更强，你可能就会被打败。哎，招式有限定。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很好玩，它叫 The Most， 世界上用身体转最多把剑，并且转最多圈的男人。哦，它是有规定的。对对对对。所以即使你会后侧空翻，然后耍剑也没差。要破他那个标准。虽然我也会，但会没差。对，这个光头的造型也是为了要配合剑舞吗？对，因为我有很多技巧，一定要光头才能做。哦，嗯，想看想看。好。欢迎蔡宏毅。
因为我本来以为它是一个激烈的表演，就是竟然是这么优美。是，它是真的完全艺术等级的一个演出。然后最后那一个真是哦，献给大家那种很真的很感动，鸡皮疙瘩还没消下来。其实我很少在台湾表演。是真的，就是我的敬礼是每次都想象我是在背后是台湾的大庙，然后去敬礼，因为我都是在国外做演出，因为我的这把剑是在疫情当中没有舞台的那些日子里，三级警戒不能人与人接触的时候，我去到山中的庙里面，每天练习，每天拍短影片，然后后来才被世界看见，才有办法挑战，为代表台湾挑战世界。哦，哇，了不起，而且你做的表演要非常专注哎。对，他的表演他其实蛮危险的，他重点是平衡，对，他必须在场上，他不是完成一个动作，不是一个空翻，他是一个过程。对，你好专心，好专心哎，你稍微一个分神，他可能就掉了或什么之类的，可能会射出去。对，其实我上一个表演的地方是俄罗斯，我在俄罗斯的一台，然后表演这个表演，然后我就大声的说，这是来自台湾的剑，并且这把剑。我不是想要我认为剑不是只能带来杀戮与战争，它还可以带来和平与美丽。哇，很值得去俄罗斯宣扬这个，太值得尊敬了。杨志豪，对，很有戏的，哎呦，也感觉是很像就是打禅期的人，跟蔡同有点像啊。哦，蔡同意，是偏艺术类的那种，对，偏艺术静态的，偏静态，要很平静的去看他，要很安静的，所以观众不要吵，观众可以对闭嘴，闭嘴，白痴，很乱讲，就是不要，就是因为不要乱欢呼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他会影响你吗？其实不会，因为在演的过程当中。观众就会自然安静。得过什么成绩要跟我们介绍一下？得过什么成绩？其实我最大的成就就应该就是在2019年那一次参加亚洲达人秀，然后因为那个初赛的，演出，然后我讲说我来自台湾，然后结果媒体就砰就开始很多关注。那在那个时候应该是。最大一波吧，因为就是开始有一些陆续不同的最巅峰的，对，好，所以是也是大型的演出嘛，需要大空间。需要大空间。你的表演是？我的表演是大环。大环。就是在那环。人在上面转来转去的那个。不小心会碾到手那种。对，不小心手指会爆裂。你有爆裂过吗？我以前第一次练的时候，就是这一个关节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弯曲，这样。就是。所以现在还是真的折到，就是有粉碎性骨折，然后还好了啦。可是你是有个在法国的影片有爆，也是有爆掉。对对对对对，2017年那一次，其实我只是在街头，做一段演出。对，那时候人很吵，可是就有点像我刚刚说，为什么看表演会很安静？就是那一幕，我因为我挑的音乐是古典乐，所以它。不是那么热闹的，然后但是在我演的那段期间就非常安静，然后有一个老奶奶就把影片上传到网络上，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旅行吧，一个礼拜之后我就收到我朋友，我就连出那个粉丝讯息就开始暴增，IG 那个粉丝也暴增，然后就知道有一个影片被传到网络上去，哦，这就是在法国街头的时候，对对对，一个礼拜，我记得那时候就有1300多万人，哇塞！而且本来是非常吵闹的街头，对对对，你一表演，大家都安静下来，我要感受一下那种感觉。你等一下看看就知道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要欢迎杨志豪带来精彩演出。好嘞。
谢豪。这很重，刚刚其实本来要做一个，但是想一想，算了，先不要好了。就是有一个最困难的是头往后的，就是因为刚刚看到是头往前，对，头看得到地板的，但是有一个动作是头在上面。你刚彩排不是有做吗？对，我刚刚彩排有做，我刚刚就觉得突然觉得地板有点不太稳定，我有点怕怕的，因为平平的，对，有点很厉害了。会裂开。那、啊、有些人连那个帽子也不知道丢不丢，怎么丢？对啊，你就做一次嘛，做一次试试看。你要吗？会不会有危险、啊？不会，我在我单做的话还好，因为刚刚要正在一个连续，要我们帮你扶吗？不用，扶着是你要讲的，我们两个会这样丢，我开玩笑的，我试试看啊，小心哦，小心，没走，快些，先是一个前面。好，加油！这是正面，这就难到爆了。这到底怎么下去再上来啊？哇！可以。哇！哇！好强！好帅，好帅！耶！哥哥，这个可以联谊了，这可以联谊了。因为他们今天带来的表演真的都是在世界级才能看得到的，而且你看他们现在就是很少真的上街头或者什么，所以我觉得很荣幸。而且你看他们真的表演完是非常累的哦，你看那环还不自己拿哎。抱歉，我先休息。抱歉，你先休息。以为是搭我来。而且你还穿高跟鞋。对。越剪越讲越奇怪。抱歉。然后搭公车讲正经话。搭捷运的。你要搭到哪里去？搭公车哦。自己拿啦，你自己取的东西好不好？好啦，谢谢思豪。谢谢让我们看到那么精彩的表演。太感人了，我觉得太感人了，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做表演，尤其是艺术相关的表演者，非常的不容易。不管是大家是怎么去给他们筹码，或是相对应的报酬等等之类的，或是态度也好，我觉得他们很常在很多时候是不被受尊重。可是他们其实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在各个领域里面，不管是一点好玩，有一点有互动性的，又或者是艺术性质。你讲的没错，他们要经过多少年的那个练习才可以变这么棒。真的辛苦你们了，谢谢，这么棒的表演，谢谢你们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。